现在麦克风机啊，好，安全没问题。哎，有亮灯哦，刚才今天下午没有亮灯。来，来，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大家晚上好。So， 这个是 MCU 第一场的深夜厨房啊。大家好久不见啊。今天是第64集的。对，深夜厨房。今天呢，大妹还是要偷懒，不要做的。但是选民上次我们的那个什么，对对对姐姐，小姐啊，叫小姐哪有听，叫对对对姐姐，对姐姐，到跟我们差不多都没来，小姐是因为太远了，来不到 MCO 嘛，啊，所以大妹必须要上场，不能爬走，来晚上好，晚上好，做秀给大家看，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请帮我们分享出去我们的视频，做今天会做什么。安邦，安邦吧嘞，来，这个是大妹慧红，大家晚上好。来，表弟，哎，晚上好，晚上好。来，今天很孤单啊，人数很少啊，我们只有三个人啊，加上我啦。小妹在家伙，她特地要回来的，来。没办法请假了。OK， 今天要做安邦吧嘞，是昨天我的妈妈就给表嫂给海丽儿，说大概上网看一下，哇，好像 OK 不错，可以试做一下，然后试做了一次。两次 OK 都成功，我就决定今天教大家阿邦巴勒。来，阿邦巴勒为什么叫阿邦巴勒？因为它是这样子吗？折吗？哦，就是叫阿邦折过来。华人的甜品还是马来人的甜品啊？在马来西亚没有分你我啦，大家都可以共用啊。我以为做了过后你的阿邦会回来啊。阿邦巴勒。OK， 首先它的材料其实很简单，可能你家都已经有了吧，普通面粉。来 ，all purpose flour， blend flour， okay， 普通面粉，中筋面粉啊。对，我们要这个砂糖，幼砂糖 ，caster sugar。caster sugar， 幼的砂糖啊。也不太幼啦，就是砂糖啦。OK， 砂糖就好。我要这个即溶酵母啊。即溶。instant yeast， 即溶酵母。这个白酒。OK， 我第一次读这个 instant yeast。OK。OK， 这是来做什么了，通常？发酵的。它算是好像是发酵的一样产品、啊。OK， 这个不会放弃，不会拿去海滩上啊，沙滩上不可以啊，会引起海啸啊。可以喽 ，baking soda， 什么牌子都可以啊，这个是。OK， 来我们的 baking soda。OK， 我要用的分量不多，一茶匙罢了。如果你家有的话，你就跟隔壁去买一样的。来，阿慧红的声音很 soft， 来表弟来 check 一下声音有问题吗？来。小大妹，你有开麦吗？我看一下，你后面有亮灯吗？有啊。大声一点啊！OK 了。大声，因为我真的。来，表弟 check 一下，我没有办法 check 声音啊。三粒鸡蛋。来，三粒鸡蛋，来。大的啊，大的 large egg。OK， 大的蛋啊。好。然后当然啊，Blanda，其实我要用Batu，但是表弟讲，这种就是要用Blanda才好吃。来，大妹，你声音真的很小，来。我不知道啊，我听不到的声音，拆掉拆，你不要放后尾咯，我觉得你那个关掉拆开过啊。OK。OK， 关了再开过噻。声音是每一次的问题啦。来，声音还有吗？还有声音吗？我尽量讲话大声一点啊。还有声音吗？我小声是没有声音、啊。有声音吗？有声音吗？有声音啊。有啊，中后面是来帮我调一下。然后，可以，这个是等下我们在煎的时候要放的材料咯。OK， 来，这个是我们要准备的布兰塔，还有花生，花生我自己烤的。大妹小声呢，它是原本都是小声的啊，只是麦啊，你是听到它沙声啊。太久没有听我声音了。OK， 这个自己烤的，然后剥皮，然后再搅碎它，然后大概300g 的。OK， 300g 的那个花生啊、大概我是用160度烤，大概15到18分钟左右。OK， 来160度的那个温度来烤啊。对，你16到18分钟啊。自己要看火啊，我第一轮是烤弄了，因为没有看火太大火了。OK， 我又再做到第二轮的花生。所以这个花生我们烤过了，这是160度，16到18分钟啊。OK， 搅碎它。OK， 然后你这个 option 呢，你可以放这个加工。加工。我是讲加工的，所以。我特地去买这个 cream 的，它上有 cream 那样子的、啊。可以不要拿上拿下嘛，我慢慢排来。OK， 有 cream 的加工啊，来看那牌子啊，加工 money。OK，
Hala cream。对对对。OK，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啊，你做这个面团呢，它不是一做就可以，也必须要发酵的。所以我们先做第一个面团是要发酵的。OK， 来发酵的面团啊。OK， 来，我们要量那个 OK 面粉呢，我要65克的普通面粉。哎，中筋面粉啊，65克吗？普通面粉。Okay， 声音不会小声啊，他的声音是沙的。Husky 什么 voice 啊？给65克。啊，65克吗？对，然后我要一。哎，很多同 complain 啊。complain 吗？不如你寄给我了，我听声音了，好像听不到。来，我给你换一下麦啊。真的很小声吗？来，我跟桂红换麦啊。来，你决定帮他做。哎，有没有那个凉茶给我喝一下？声音太沙了是吗？有好一点吗？声音？我帮他换了麦了。你这样是你声音太大声了吗？有啊。谢谢我的爸爸。OK， 来，有声音吗？其实我听不到啊。OK。65克的面粉，65克的面粉来。然后我要那个叫什么？一茶匙的那个糖。来，一茶匙的糖。OK， 为什么要糖呢？因为这个酵母要吃糖才会发酵的哈。OK， 来一茶匙的糖。哎，这个不要喝，我一定要做。麦有问题啦，本身的声音小声啦，慧红。是你太大声了，那我小声啦。你的声音用来喊可以吗？听到吗？好。OK 了哈，我要演讲了啊！大家晚上好。OK，OK、okay, okay。来一茶匙的那个酵母啦，欸、这个银针啊，酵母啊，用银针就好了，不用买太多。OK， 这个不要放太多啊，如果你放太多嘞，它就那种发酵味很重。OK， 来，我们一茶匙的那个酵母粉啊，就是、酵母银针即来酵母啊。OK， 然后我们就。然后要大概这样子啦，搅搅一下就好了，搅均匀了过后，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放水。OK， 来面粉65克吗？给75 ml 的清水。75 ml 的清水啊。倒下去，然后我们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啦。然后搅拌均匀，我们要给它发酵一个小时，至少一个小时啊。OK， 发酵一个钟啊。嗯。OK， 我重复啊，65克的面粉。然后有放一茶匙的糖，一茶匙的，然后那个发酵粉啊，是叫发酵粉吗？对，发酵粉一茶匙，即溶啊，银针的、啊、要买，然后75 ml 的清水 ，OK？ 嗯，对，然后我们搅均匀的话，我们就要用那个保，你记得声音小声很多啊，这样那个麦的问题啦。给搅均匀过后，我们要用这个保鲜膜来包住它，给它自己发酵一个小时，室温发酵就好，不需要。说我们搅均匀要这样，就是搅到它什么？多酵母。嗯，来 ，Vicky 小声，不用紧啊，最重要慧红大声啊。谢谢。说现在轮到我就来喊啦、啊。他的声音本来都很大声的 ，OK。然后我现在好了，是，我现在要做的东西就是把它包。OK， 我们发酵一个钟啊。OK， 一个钟后我们再来是吗？没有，我已经做了一个 sample 了的。OK。晚上好，晚上好，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把我们视频给分享出去啊！大家大家分享、哎。我拉到太短了。你是不是在拉过？哎呦，这样的事情都做不到。那我叫我助理做。来。yeah, mic problem 啊。OK， 这个是。麦有问题啊。发酵了一个小时多的啦，我一个小，我九点多的时候已经开始做。OK， 发酵啊，一个小时啊，它就会长大，它就会长大，长大成人。噔噔噔噔 ，OK， 你必须要用喊的，来，我会喊的，来，习惯我喊啊。OK， 这个是第一个糊面糊，面糊我们就放旁边先。我们现在要做第二个面糊。来，现在做第二个面糊啊。OK， 第二个面糊呢，我们基本上要250克的面粉，这里有250克。OK， 面粉250克吗 ？OK， 然后 baking soda 要一茶匙就好。一茶匙的 baking soda。OK， 因为你要给它吹嘛。好，我们要给它脆啊。所以我们放入一茶匙的那个 baking soda， 在250克的普通面粉啊，中筋面粉。然后我们现在要各筛。来各筛啊。OK。
鸡蛋几时要加入？等一下，请留守啊。啊，各筛了，加糖再加鸡蛋。各筛后啊，加糖再加鸡蛋啊。哎，还要再加水再加鸡蛋。还要再加水加鸡蛋。鸡蛋算是最后一个步骤了的啦。不要担心，我先筛了这部分人。嘟嘟嘟嘟。来 ，Mickey 必须明天去买麦了，来，不然表弟要用喊了啊。对，因为这个麦哦，真的很可怜呢，他天天做工作了两百多天了。啊，麦陪我们两百多天啦、啊，没有休息过。我觉得是这个耳机的问题啦。我觉得你去换一个咯。来，帮我拿掉它。来，你帮我听一下声音好不好？什么来的？就是因为你平时这样架子而害到我这个断掉，应该是。啊。来，听到我的麦有比较好一点吗？我的麦，表弟听一下。有没有我听到有声音啊？说，我觉得我声音 OK 啊。你们听到麦有声音吗？米奇为什么没有在大妹家？哎，我们是 MCU 啊，大妹离我们家很远啊。Okay, 因为我的家那边是有几个人确诊，所以不可以有外人来进来了，所以我就一定要在表弟的家住。对，在这里做神秘厨房。他的家哦，有人确诊啊，他什么很注意啊？不是我的家，是我的家那个花园有三个人确诊了，所以就不可以啊、visitor 了。啊 ，no visitor，OK？OK，、okay? okay, 我是觉得这样也是比较好啦，安全起见。OK。OK， 我们各筛后啊。现在我要的是糖啦，要不要来？我的麦是不是好很多嘞 ？OK， 我现在要50 gram 的糖。OK， 来50 gram 的糖。所、so, 以记得啊，我们第二次的粉啊是250 gram 的中筋面粉，就是普通面粉啊，然后一茶匙的 baking soda， 然后糖50 gram 啊，嗯 ，OK， 50 gram 的糖。Yeah, Mickey, mic is back and loud again， 因为那个耳机有问题啊。来帮我们分享哦。OK， 50 gram。Where is Vera？ 酒后啊，酒后，酒后。Okay. 来说，我们放了糖50 gram 过后，我们继续搅拌。OK， 我们现在要300 ml 的清水。来，300 ml 的清水来。Okay, 全部倒入，我们搅拌它，搅拌均匀了，我们才加入鸡蛋。我们搅拌均匀了，然后我们再放入蛋。来，声音很清楚啊。清楚啦。所以不用喊了，喊到我整身汗了。这个也要发酵吗？这个？这不用啊，要，等一下这个也要发酵，两个磨掺起来，大概要发酵一个半个小时。哇，原来这么多工啊！它不多工，但是它是要等罢了。哎，我要做嘛啊，鸡蛋等也是一个工来的吗？我先把鸡蛋全部打进去了。okay, 来准备三粒蛋啊，我们倒入蛋啊。A 蛋。对、我们用巨型蛋啊，也、不是 A 蛋啊，巨型蛋叫做那个鸵鸟蛋了。大家晚上好，这是我最爱，在美国很难吃到的，没有没得买啊！谢谢慧红啊，我可以在家里做了 ，Thank you。我做到，其实我第一次做就成功了，样子就真的很好看。啊、还是你要烤花生，记得不要烤焦呢。好，花生，可以你先放一点钱。花生，我再重复啊，我们是160度，慢慢的火、啊，一粒一粒鸡蛋就放进去啊。Okay, 一粒一粒蛋放进去啊。我们的火是160度来烤花生，然后16到18分钟啊，记得不要给它烤焦 我就是太心急啊。来，大妹好像瘦了，对，因为大妹穿深色啊，所以显瘦啊。来，我们一个蛋一个蛋放入进去来搅拌啊，慢慢的搅入。疫情越来越重，大请大家多多保重，就越来越近了，越来靠近啊。有没有发现到你身边的朋友啊？对，邻居，因为听到左邻右舍，某某朋友已经有人确诊了，谁的朋友或者哥哥啊。我们做保险是已经开始在 claim 这些了。晚上好，晚上好，请把我们视频给分享出去。来，感恩由你来。So sharing is caring， 来。OK， 我搅好了是，我就把我刚才的那个第一个面糊发酵一个小时的全部。OK， 这是该我们第一次做的面糊啊，发酵一小时放入进去。放入进去。哎 ，Mickey， 头发有痛吗？好很多了，该吃片纳多，睡小睡10分钟，这样就好了。你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痛？我痛哦，怎么？怎么我看你好像很 normal 这样？难道我痛我会跟你讲我痛吗？我多么耐痛啊，你都不知道。来，晚上好，今天做什么？蛮金哥啊，希望你们喜欢啊。
来，好，我们全部讲。大妹回来了，就是对了，回来了就是他献给大家的。对，他回来了，巴雷，阿崩巴雷，吉利蛋，我们总共三粒蛋、啊。三粒大了蛋啊！大粒的蛋啊，你小粒你就放四粒啊。OK， 啊，把拿那个壶给我，所以我们搅均匀就可以了。好。OK， 这样子你就可以等待30到45分钟。哦、oh, ，OK， 所、so、以我们放这给它 rest 啊，是不是叫 rest？ 啊，对 ，rest。OK， 30到40分钟啊。Okay, 来，我有另外。所以你有没有确实的时间？30分钟就好。30分钟就好。OK， 这个是 after 35分钟。这个超过30分钟啊，其实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多了。OK， 两个小时。OK， 这是第二盘呢、啊，这个是过了30分钟啊。OK， 我先搅一下啊。OK， 你记得你们的酵母啊，那个 instant yeast 真的要小心放啊。我就是有放我的第一轮，有些放太多了，所以它有一种发酵的臭味，是可以吃，只是它有那种不熟味。我就想要谢谢慧红啊，他不是很会煮菜的人啊，他不是很会做糕点的人啊，他尝试去做，当然失败有两三次啊，所以、so, 但失败也是可以吃啦，只是味道有一点发酵味。OK， 火，我们现在用火，你不要开太大，小火就可以了。OK， 一定成功的小火。所以我们要一个平底锅，不要太大的平底锅，这个多少寸啊？啊？这个是啊，平底锅、啊，这个是不粘锅啊，这是21cm 吗？20cm 啊？哎 ，Can make how many pixels？ 我没有算过嘞，因为我每次做一片，我两片样的了。啊，没有算过、啊。但是这个可以做，我看可以做7、8片、10片都可以。OK， 你看你要多厚的厚度，有些人要薄，有些人要厚，你就看你放多少了。OK。Okay?我们先热我们的那个平底锅。Okay, 锅啊、这样知道了，你大概这样子放啊，有点热，手会感觉到热，就是热。那个木板呢、啊？在里面。来，可以放雪柜吗？到明天早上来煮。可以，没问题啦。我都是买现成的花生碎啊，来都行，都要烤过的啊。好。可以现成的，我就是想买现成的，就是我叫表弟帮我买现成的，帮我买啊没有烤过的，所以我们就要烤过了。烤了第一轮失败了，哎呦很心急，快再去买第二轮。OK， 还不够热，不用放油，不用放 butter， 因为我用的是不粘锅。为什么不要放那个 butter 呢？因为如果你放 butter 的话啊 ，by logic 啊，它会很快焦它的面。哦，是啊。对，因为这个其实要慢慢的煎的。好，来晚上好，来大妹加油。对，失败乃成功之母啊。对，我是失败。我想到有一句话很适合你了，他是讲啊，有结果啊才叫诸葛亮是吧？你有结果嘞？结果之前像猪头啊。谁是猪头？忘记了那句话，我觉得很有押韵啊。谁是猪头？你一次失败不是像猪头这样啊？我像猪头吗？啊，做到了猪头啊，成功了不是叫诸葛亮啊？好 ，OK， 大概热一分钟左右啦，我觉得可以了的啦。我先把哎，米奇手放下去就知道几十度热了。来，你的手过来。OK， 我们先放那个面团面糊下去。我大概我要吃，我看到第二个面糊有放酵粉酵母吗？啊，放 baking soda 吧。我们放 baking soda 啊，我们第一个才有放好了。三个 scoop 这样啦。来，三个 scoop 啊。然后你大概要这样子转一下喽。好。没有声音，来，我觉得你的视频没有开声音啊。等下我给他，等下先，慢慢那样子转，给他旁边也要粘的。来 ，can use your father work to do right。I think 你的那个二八那个也是可以，因为它是一样 material 的。OK， 可以 ，can。新 material。大概这样转一下啦，给它旁边黏黏，因为我今天放比较多那个壶，所以它粘不到，要慢慢了。有。给它烤一下。这个我会建议用火炉会比较漂亮。嗯，用火炉啊，放花生酱也可以吗？来，可以啊，可以，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因为是自己吃的。我看过人家放 chocolate tin， 可以啦，其实你喜欢放什么都可以啦，阿巴嘎多也行啊。阿巴嘎多，阿邦巴嘞，耶。那个是早餐了。哎，鸡蛋。哎 ，good idea 哦，早餐哦，它可以做早餐哇。哦，你看。OK， 你看我边边都粘的时候，我就可以这样子放这了。
我就等它起那个泡泡，我就可以放我的料了。哦，给它撒花生粉，还要放点糖啊。好，我知道。来 ，Thank you， 有人把那个食谱写下来了。哎呦，大家真的是很有心。Thanks， 谢谢你写英文版本啊。OK， 我现在等它的泡泡出来，我就可以撒糖，就是全部都起泡泡过后。其实有泡泡比较美的是啊，那泡泡开始起来了。因为有 baking soda 啊，有那个酵母，它就会有。有酵母，有 baking soda。How big is the wok？ 24升，26不知道了。来，耳道，26 cm 吗？来，还没有去量啊。OK， 有没有比较热的地方啊？它就会有 bubble 啊，所以它要烤旁边一点啊。OK 了，就撒糖，撒一点糖。Sugar. Yes. Yes. As you like, 你要放多少都可以，这个是没有斤两的。好大声啊，我还要调小声啊，排水啊，你大声公的节目是这样子啊。哎，这么有动动了，开始。快点，要快点放。要快点了，快点来，撒花生粉啊。花生粉要放多一点哦，比较好吃啊。我喜欢放多多啊。刚才我放很少啊，给我妈妈讲，我孤寒鬼。Peanut can use air fryer bed. Yes. 我是用 air fryer bed. 我们也是用 air fryer 来 bed 啊。然后我现在要撒的是 butter。给他们放 butter 啊！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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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不用紧了，我关一下。捶他一下。这个做早餐也不错啊，加咖啡。Yes. Okay, butter. Blanda 不是 butter 啊，我们是放 Blanda 啊，不是 butter 啊。Margarine. 你要放 butter 也是可以 ，Margarine 就是 Blanda。Blanda 植物油啊。植物油啊。Okay. 盖着比较快啊。对对对，当然我还没有放完料，是不能怪先。OK， 来，然后我就把这个加工 cream 加工 cream 加工啊，它是有 cream 的啊，就是这样一罐装的了，我没有加料的，放下去。喂、哎，这个厚了，我喜欢啊。哦、你们可以做薄的，薄的怎样做？薄的就是你放粉放少一点喽、哦。粉放少一点就可以做薄啊。OK， 然后我就盖起来。嗨 ，hip 一 hip，hip 来 hip 一 hip 啊。啊？不是放了料才给盖的。啊，看到我吗？啊，有头发啦，不是 okay, 完全没头发。你要给它盖到多久了？就是它旁边这里啊，就是已经变脆脆了的哈。OK， 旁边脆了。还要多一点点时间，你看这个还没有脆吗？还不够脆的，所以要再就不能够了。旁边脆了、哦，它就是一个 signal。对，七千多人啊，谢谢支持来。谢谢大家，大家都喜欢你熄火了啦，你要记得啊，开小火啦，开小火不是熄火，要小火啊。加工力呢？来，我们放了，来加工力，来，我们已经放了加工力在里面了。来，晚上好，晚上好，请多多分享，多多支持，来，感恩有你了。Sharing is caring 啊，分享就是一个关爱啊。不要了，不要了。哦，像这样巴塞拉卖鸡、卖东西这样。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了、啊，来了、啊，来一片五块来。一片五块啊？多少钱了？我都不知道现在卖多少钱了。不懂啊，自己做就好了。OK。大概这里已经是 OK 了，反正这里还没有、OK。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里还没有 OK 吗？我们 check 一下它的边、啊。还不能，可以不所以我们要不、啊、今晚上你还要再盖。对，我是有头发啦。哦，后面隔壁的军师一直跟我讲，你要这样，你要这样。我要慢慢烧，慢慢烧。要烧旁边一点的。要旁边一点。我这里很多菌，原来要一点功夫啊！你要烧一边啊，所以我是觉得你用火，中间火而已应该放端大先啊，这样才因为不会融化、啊。好、哦，我的 recipe 是放糖先啊，你要放端大也是可以。好，比表弟厉害，当然啦、啊，表弟。表弟只会炒菜而已。过去的。过去的。过去的安哥。过去式的。我们没有厉害，我们只是懂得找资料，啊，学人家。OK， 不能啊，我们再盖一下，我很紧张嘞。火不要开大了，来，大妹瘦了，来，谢谢赞美啦。没有，真的没有瘦。视觉上没有瘦，只是你没有看我头发，好像窗帘布这样呢，刚盖这就不见了一半的脸嘛。OK， 对，所以你不要绑头发啊，眼睛啊。对，绑头发真的看到很胖，我都不明白，很多人一直叫我绑头发。来，可以做五片噻，刚才我们这个。我看应该可以做。七八片都可以，七八片都可以啊。因为那个壶我做过一片了的。啊 ，OK， 风太大、啊，小心走火、啊。走火应该不会啦。来，所以我们来 check 一下它边边。这里还没有好，这里其实是 OK 的。看你可以这样。但是我看外面的安哥没有这样慢的哦。没有他的。他火不一样。他的火不一样啊。你看他不能。哎，你弄烂了那边。不用紧啦，可以盖起来。为什么你们？以表弟来称呼爸爸啦，表弟是我们的上司，也是我爸爸。OK， 我在做工的 office， 我就叫表弟经理。
在家里的话我就叫爸爸， OK， 我们在节目的话就叫表弟。好，不同的身份啊。阿蹦巴勒是用椰浆做的，来你也可以放椰浆、啊、也是可以放椰啦，我今天做的是没有椰的比、啊、但是那个料你可以自己放。当然我们可以自己制作了猫山王的阿蹦巴勒。哇，没有想到哎、欸，也可以放 ice cream 啊。ice cream 就好像有点过火了，我猫山王还可以接受一下。对，花生跟糖椒在一起就可以的，一起放不是吗？也是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啊、我是分开放了，你可以放来加椰浆可以，当然你喜欢椰浆也是可以啊。I think use the AMC electric pan 啊 better 啊 guess no even 啊、嗯、不够均匀的吗？我也是这样认为啊，是啊，不够均匀。你看其实我用表弟的那个火炉是 OK。 这个是它是用那种小小 gas 来做的啦、嗯、pressure cooker 不能用啊，这个我不知道怎样做啊。pressure cooker 不能啊，不能啊，每一个啊电子产品有它的功能的。但是来，表弟没有过去啊，是表弟的粉丝，已经是厨神了，哦、厉害啊。OK， 我觉得可以这样啦。哇，漂亮吗？好亮哦！哇，碎啊，碎啊！马来人卖的是热了才慢，不然大再皮来，都可以、嗯，都可以啊，可以，都可以的，很只要做得像样就好啊。好，可以，我做的有点，我要用那个大的铲，来，有点，这里 ，to tie up here 啊 ，yes， 还可以放水果，你们要放什么都行啊。水果？来，你是表弟的谁？表弟是我的上司啊。我是他的下属啊，就是这样简单啊，我帮他打工啊。来，要撒糖吗？我们有放花生，撒花生。第一层已经撒糖了的了哈。好，所以我们呢要用来切啊，可以看看火多大吗？火是小火了。我很小，我开最小火。我们开最小火了。好，你慢慢煎哦。我觉得慢慢煎，慢慢煎，慢慢煎比较安全、啊。我觉得蛮算是零失败了，因为我这种没有不会煮饭的人啊。对对对，你看到、啊、它小火啊都开始有点焦的颜色啊，如果你大火焦啊，你千万不要放油或者 butter 在上面啊，真的会很快焦。对对，不焦啊。 OK， 来大家看一下，可以啦，可以来香不香？我们在巴桑拉买的那个过关吗？来过关啦、啊、你第二次做算啦。来，它其实前面失败三次啊，成功两次啊，没有失败，只是第一次那个壶比较多，那个意思也是失败吗？算失败嘛？我要这样切还是这样切好嘞？来，三角形，三角形，三角形啊！哪有人这样子切的？哇，这边好厚，这边我吃哦，你没有机会吃啊！我这里做厚一点的，看来我做的比较薄，你可以自己，如果你喜欢薄的就做薄的。来，证明你有什么？证明连猪头都可以做诸葛亮啊！哦、我不是讲，我猪头意思说不会人都会啦、啊，变成会啦、啊，这样的意思啦、啊。我不知道要开心还是不开心啊？OK。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要我不是他是讲德哥啊，德哥也可以做诸葛亮啊。阿明 texture look good 啊、嗯、有配啊，嘎嘎叫叫蜜啊，嘎嘎叫叫 sorry 啊。 OK， 来，这个就是阿蹦巴勒献给大家的。 OK， 所以、so, 大概可以刚才靠那个壶啊，大概可以做七到八片啊。我看可以超过了，看你要 OK， 这整片的 texture 是这样吗？ Nice texture， 回风。Thank you。哦，过来。谢谢大家。新加坡卖一片要八毛钱新币啊！来，两块吃啊。一片是这样一小片吗？还是大片的？这样一小片要八毛钱啊，是很贵一下的嘞。刚刚今天有一个饮料送给大家。OK， 来，他会找那个恭喜发财饮料噻。恭喜发财饮料。你看我看到有两个杆在这里了嘞。啊，煎的颜色美啊，美。但是你要知道啊，惠红它是用小火来煮的啊，如果你大火啊，肯定会隆隆啊。OK， 小火。OK， 我们今天要做的叫做局外人。局外人。橘子的橘。哦、oh,。OK， 我把两个小小粒的那个叫什么？你可以放 cheese 都没问题啊。也是可以的，可以两粒倒进去。来，两粒干啊。这个、然后拿这个。一定不容容易找啊，现在开始有人卖干了。容易啦，我很喜欢吃这个、哦，我的儿子可以一粒粒的吃。对，零失败的这个阿蹦巴勒。蛮金个啊，蛮金个，给我把那个。很可惜你们没有得吃啊，你们有馅料，你们就马上做啊。给我把这个 orange
这什么？这个 mandarin orange 没有这样大片的，来，你应该是少吃到这样大片的啦。巴沙曼酱油，巴沙曼酱油。对，巴沙曼正四方大大个嘞。切薯片。啊，可以切薯片啊。切薯片啊，切薯片。来，可以做一个薄薄的先生吗？来，他还没有，还没有功夫到家，你烤到好了。薄的我没有做过的，所以我不敢做给大家看，底下难看呢。来 ，thank you。OK。OK， 来，我们我就把这个冰块倒入进去。我们把两粒小干啊，弄绵它，然后放冰块。小妹的店在罗浮那里，一个我单位啊，它叫 OK 铁贝啊，放在碟子比较美。来，等一下我们事后会放碟子啊。我们新加坡爸妈很小偏儿。哎呦，这样子大家自己学着做了。OK， 来，你就可以开档口卖了。OK， 我就把 Sprite， OK， Sprite 或者 Seven Up 啊， OK， 大概倒一点呢，倒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就好。这是什么？这个是维嘉珍白色的。好，倒三分之一。来，倒三分之一啊。OK， 然后这个是什么 ？Real， 这个 Real 啊，在 Mix 买的啦，蓝色的，你要买蓝色。OK， 这个是什么来的？Real， 它是有那个 rose whiskey flavor， 它这个常看到了，蛮好喝的。来 ，OK， 整片三块马币啊，相比新加坡便宜啊，新加坡一小块两块四哎。其实我很久没有买来吃。我新加坡要买一片块半呢。慢慢的导入。可以加椰丝吗？可以，绝对可以啊，受欢迎啊。这个今天的饮料给大家，小小的酒精不是很多，局外人。来，局外人啊。OK。局外人，来，谢谢你们会喜欢啊。谢谢你们。OK， 来，所以还有一个是。Cannot drink。哎。OK， 阿蹦巴勒 ，OK， 来。OK， 今天小小的甜品。嗯。OK， 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量杯啊。已经今天开始陆续的发货了给一点时间，因为我给很抱歉的是在也等很久，已经到了很久，等很久。那么我们量时量杯就是很准确的，然后做什么量这个你们可以去我们 BDI 来 ，Rio 是酒吗？是酒来的。对，这是这个是这个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OEM 的产品啊。来，表弟的产品来了，对，那些表弟一线这一线的话就是汽车。78块。来，等一下我们会share那个link啊。对，这个share link给大家先看的哦。这个大家因为现在有货，现场这个已经有现货了啊。上次大家是说没有了，等很久，现在已经来了，已经开始陆续发货了啊。有购买的朋友请耐心等待啊。好，谢谢啊。阿妹巴勒。OK 啦，谢谢你们呢，我们蛮精个啊。还有一个局外人呢，来透露一下明天要做什么。明天。要做生巧克力，你有吃过 rice chocolate 吗？什么巧克力啊？ rice chocolate 吃过吗？ rice 软软啊，用要用叉来剁上来吃的啊。生巧克力。来，没吃过的。搞什么？你吃过没？你有吃过啊？啊，有那个。rice chocolate 来一块块的，好，那很贵，50-60块一盒的。OK， 明天你会做？如果我试做成功，我就做啊。给我试做一下。不过他这个是一种我感觉到我当面就有个很好的。他就是敢于尝试，敢于失败啊，敢于接受失败，敢于失败。我要跟你讲一样东西，就是那病毒路啊。来，会褪色，你是讲哪个褪色？对啊，这个啊，应该不会了。不会啦。OK， 那定一句话很重要了。那定吐露，它本来都是没有的啦。他因为我也是不会啊。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厨师朋友，他是真的，他是五星级厨师来的。他们很怕出来做一个现场的做主食。因为现场煮菜是不简单的啊。那么我那时候你表弟你厉害，你可以这样的，而且每一天不同的菜色，你真的厉害。我说我没有啊，我拉丁土著，我们没有什么，我输了啊。我们本来就是没有的，所以一定要有带出勇气，勇气很重要。好，勇气可以带。好像我以前在从油耗上来吉隆坡的时候，我来到吉隆坡开做生意，不认识人，我那时表嫂怀孕5个多月啊，现那个时候呢，两个人就是一个勇气了啊，勇气和对勇气，因为一个勇气而改变了一些很大的改变。说啊，
如果你们要下单的话，给我们 share 另外一个品牌在我们的配餐，这个是非常值得的。体验表弟也可以啊，这是 OEM 对。OK， 给你们 screenshot 啊，来量吃什么价钱来讲一下。78块，来马币78块啊，没有包邮啊，没有包邮啊。啊，那个已经之前有 pre order 了，已经会开始了，陆续的发货了啊。好，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啊。OK， 晚安啦。OK， 晚安。明天见啊。明天见。拜。